上次电梯事故之后，我去他家探病，一来二去就成了朋友了。这次我爸把江默送过来，我请他过来帮忙照顾他。哦，就是那个公众号的狗仔啊。哦，对不起，我不应该这么说，是吧？是娱乐记者，不是狗仔。先撩者见 ，Round One， 没关系，网友有的时候会混淆，不过你作为主持人都不知道，还真是挺意外的啊。对对对，虞姬，瞧我这个笨脑袋，阿姨给你添麻烦了吧？是啊，他这个人可麻烦了。不过，拿他没办法啦。哦，有意思。 Round two， 你好，我叫许淑仪，叫我淑仪就行了，请我怎么称呼？余生生。哦，生生姐。啊，对了，你来之前怎么没提前说一声？我来给你个惊喜啊！你不是说给我们带吃的吗？ 哦，对，都是我亲手做的，你们也知道我平时不常做东西，所以我可不敢保证成品的味道。你是来叫我们试毒的吧？嗯。什么东西啊？泡菜。你还会做泡菜？我跟我爸学的，这种东西啊，我也就只敢带给你们几个吃，送别人我根本拦不住手。怎么会？你亲手做的？啊，对，心意最重要。 谁说我们阿姨平时不会说话，总能脸的？这嘴也太甜了。怎么样？可以啊，淑仪姐，看不出来啊。嗯，味道真的很不错。真假的？别骗我。 好吃，阿姨你尝尝，来。哦，没事，我自己来吧。嗯，淑仪姐，你这帽子一哥好像也有一顶。我就是抢的他的。太过分了，他都不给我。我们俩什么关系啊？是吧？KO， 我去吧，来。 Winner is。 iQIYI, strange name, amazing shows. iQIYI, strange name, amazing shows.